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进来我们的直播哈。等一下，我先 check 一下，声音是否是清楚啊？来，有进来的股友们啊，打个招呼一下。这个时间不懂谁有在线上啊，我也不知道啦。OK， 等一下。OK， 我现在是在外面的，所以讲话不可以太大声。OK， 来，我们的股友们，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比较早一点啊，今天比较早一点，因为我现在是在外面啊。刚刚前一两个星期，相信有做指数的人应该有赚到钱啊。那么赚了钱哦，人生其实是我们说有很多东西是带不走的啦。其中一个东西就是金钱啊。那么有赚了嘞，就是有时候要出来外面啊，就是散散心一下，走走一下。OK， 所以今天就出来了，走走一下。然后等一下晚上呢，又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期货速成班要跟大家再见面了，所以我看一下有谁在线上啊，等一下啊。OK， 我看一下谁在线上。诶，中午我这个开的看不到的 ，Why I can't see it？ 我是开到不对的地方是吧？等一下啊，我好像是开到不对的地方啊。大家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是否是不是开错地方啊？应该是没有错吧？好像是不大对的。等一下，好像的确是啊，是吧？我看一下啊，大家等我一下，切出去啊，应该不是啦，应该是对的地方来了，不然好看我这边看不到啊，还没有爆出来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看得到清楚吗？我这边不晓得，我昨晚还没有看到。我看到很多 comment pop up 出来了啦，所以应该是啊，有了。OK， 有 ，OK OK， 对，我在想我对吗？我没有选错吗？我选到我这个 Facebook 吗？等一下啊，顺便 share 一下我们的这个，可、okay， 以东京投资电台 ，OK， 看一下。Hello，OK，、okay， 大家好。那么基本上在过去这两周吧，相信大家应该要赚的人都赚好不少了啊。那么是时候了，我的股友们，是时候我们要出来外面散散心啊。因为毕竟接下来还有很多赚钱的机会，的确很多 ，It's not a joke。那么跟往常一样，我们先来一个 disclaimer 先吧。以上现在之后所分享所有的金融产品都是我个人经验分享，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如果提到任何金融产品，大家买卖的话，买卖直播。OK， 现在正式开始，各位。哎，各位股友们 ，AK Wong 你好，我们的听众 Key 天亮 ，Eman Morning so early Crystal， yeah， 今天 very early， 因为我在 holiday 这，所以我在 holiday， 然后就早上睡醒吃完早餐了嘛，吃完早餐就突然间有一个。很好笑的这个想法啦，就是看到很多人你懂，很多人啊，欢乐时光啊，在玩的时候啊，基本上游玩啊 holiday 都是比较开心的嘛。那么我就在那边想，金融市场哦，其实也有欢乐时光的啦。那突然间让我想到这个东西啊，不然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金融市场的欢乐时光啊，有两个 section 呢、啊、是最欢乐的。那么大家想知道吗？想知道的话，来现在大家帮我分享出去 ，love share。下面写一个想 ，OK， 那我们就来分享。OK， 我看一下啊，还有谁在线上啊？啊 ，Paul Sharon 你好，啊，明峰你好，明峰，啊 ，Eileen， 恩玉蛋，还有我们的翁丽，期待上老师课。OK， 听修托可以，赚了钱就要赏励自己，对。全员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啊？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基本上我们全职投资，我是真的是脚踏实地，而不是用嘴巴讲啊。很多人喜欢讲啊，自己是全职，可是你不知道啊，是不是真的是全职啊 ？So exactly， 我现在是我在活着的，跟我在做着。我相信跟着我一起的人都一直有在看着啦。Then I wish it。Then 我分享，我看我的全职投资的系列，我是第一个啊，全马第一个做全职投资者 Life 系列的人啊，第一个。那么number one 啊，那么到现在为止有好一段时间，好几年了吧。所以我都基本上一直都在跟进着给大家最 updated 的 information 啊。所以最近让我觉得说其实
真的是很好的嘞，做全职投资，especially 像我们走趋势的这一个，你做别的我就不要讲了，做趋势的全职投资啊，全马我们是第一家，OK，现在啦，WCD 我多尼我们第一个做这个，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其实巴菲特有讲过一句话啦，当很多人都在贪婪的时候，我们就要就是要谨慎嘛。当很多人在谨慎的时候，我们就要贪。所以这句话哦，其实就让我觉得说，我懂的东西跟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其实是很少人会去做的东西。所以我们很 relax，我们做到很爽。啊，这边刚刚有开有一些音乐啊，等一下我看，如果太大声的话，可能我就要带大家去海边听啊。啊，如果大家听到不是很大声，有音乐听就当着听一下啦。早上他们会开一点音乐，relax 下啦。So，如果太大声，我就换位啊。你如何知道原油反弹真的厉害，Sharon Lim？哎呀，说来话长了，Sharon。如果这个真的要讲啊，在我们的高级班新一代价值投资里面的那个，里面我有教过了嘛，就是我们的 first part、second part 等等，有很多我们有知道，还有我们的起死为王，就是今天晚上有的，所以要上的啊。最后一次机会了啦！你们如果错过了，可能要等到10月、11月啊，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看。我不懂，我还不知道会不会做线上啦。在那个时候，可能我会办个线下，这样见一下我股友。I don't know。So，如果在比较远的人啊，他要飞过来了咯，没有了咯。你如果真的要，就今天晚上了。今天晚上你们在下面的 link 好，有你们赶快联系我们的团队啦，因为很多人讲怎么没有讲的，我不是没有讲啦，因为我很少打广告啦，我不是那种每天你在 Face 在 YouTube 都会看到我打广告那种，我很少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不是那种就是靠打广告然后拿课程费赚吃赚课程费赚吃的，我们不是，我们是在市场上赚吃的，教学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工作而已啦，就是说传达我的师傅叫我传达的那个 message，我也做了很多年了。在以前 COVID 之前，没有人在教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在做着这些东西了的。只是 COVID 过后就一堆人冒出来，OK，是不是很奇怪啦？所以现在慢慢啦，也是看得到越来越少去了哈。因为可能是重开了，很多人回去工作了哈，然后他们有工作做了，他们也不是说一定要靠线上这样子哦去卖这些东西啊，还是什么可以赚钱这样子啦。So I think that 很多 shop 吧，全部都是重开了啦，包括 holiday 看到很多人哦，今天来 holiday 我看到吃东西啊，早餐也是很多人，所以是那种 people 啦，even 居民部啊哪里都看到处都是人啊。OK，当然我们知道有去跟 bot 这些什么，有很多那种。病毒还是会有的啦。我们说病毒这种东西是没办法一天之内消失的，so we should be deal with it 啦。OK，好，我看一下有谁在线上。等一下我们再正式进入我们的课题啊，现在没有进入，所以这个是 Sharon，这个是有的学得到啦哈。我们基本上我都有分享过了的啦，所以只要看回去那些 notes 啊，好好的思考我讲的东西就 OK 了。哎 ，Aaron，早上好，今天特别早是啦，今天我出来 holiday 啦，等一下晚上又有期货速成班啊，今天有说期货速成班。哎，说真的，因为要奖励一下自己啦，因为我在两个礼拜前，我说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啦，我给很多在 Telegram，大家应该有看到，全部中到完，然后不是少的点数很多一下啊，所以我讲到去，比方说我讲从113块那个原油，我说会跌到100块，那时候很多人很讨厌，他们讲啊你要原油跌，我讲他讲如果讲原油跌，油价钱便宜一点，打油不好咩？他们就。结果是真的是跌下来了啦。教学会我们讲，他们就哇，这样神神的讲没有啦，这个不是神不神，这个是方法。我们起势为王，我们全马是第一家，我们有这个方法的。我跟你讲，我是敢放出来，全部都是 TP 中了，所以啊，是整十多千、40多千的人在看着，然后那可能这40多千还有朋友在 share，所以我算是算百千的人在看着我做的事情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浪得虚名，我们也不敢这样子做啦。所以真的要学，你真的要学趋势，你真的要找一个真正最厉害的啦，哈的，然后最一定要找 founder 就是第一个啊，我们是第一个啊，我敢讲，独创的趋势我是第一个。千马，你看到很多现在出来很多，我才敢讲都是已经不是 original 了的啦，哈，所以你要找 original 的这一个这边的，OK，so。我只能讲到这里啦，因为我朋友叫我讲啊，说不然啊，很多人遭殃啊，白花那种浪费那些钱啊，对不对？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 Kevin Wong A50 跟香港近期还有机会上涨吗？喂，我讲好多轮了啦，讲到累了，不想再讲啊。唉，可以不要再问了嘛，这个我已经讲会上了，怎么还有这样多人没有信心，还是不？哇，越来越大声了，我看我要走了，真的，不然啊，我讲下去，哎，等一下啊，关掉我先。
哎，还是有啊，比较 soft 一点音乐我还可以啦。太大声的音乐，我真的要走了。他赶我走，没有啦，开玩笑。他只是在 enjoy 啊。OK，Morning, Tony and Tim。OK，我看一下还有谁。早上好，我们在 park 里面呼吸新鲜空气呀。William good good，在 park 是很好啦。park 的空气也是蛮新鲜的。今天开早班啊？你是讲什么？哎啊，伊琳丹开早班，我没有上。我你是讲你还是我啊？啊，我是在 holiday 啦。哦，holiday 分享不了，没有做工哦。啊，晚上其实委婉啊，那个其实委婉，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啦。真的，你们要上的人啊，在下面啊，自己跟我们的团队人 WhatsApp 他们报名啊。今天晚上 start 了就走下去啊，我不懂之后什么时候还有线上啦，线上给他等久了，要等到我看要等到明年了。线上的要等到明年，应该要等到明年的七四为王，啊，可能要等明年了。如果你错过这一次机会啊，我跟你讲，很多机会没有掉的，今年到年尾之前很多赚钱机会的啊。昨天的非农啊，江好四叶叶啊，老师有什么看法？我看一下我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声了，他的歌。今年到年尾之前很多赚钱机会的昨天的非农啊，江好四叶叶啊，老师。可以啦，我听得到，我听得到，他的歌也不是很大声。哎，你们听不到的话，你们要讲啊，哦，大家要讲一下，我就换位了，跑去海滩一下，OK，那边的线也不是很好了，你来看一下啊，还有就是说，老师我也是在巴西呼吸新鲜空气，William 兄，你好你好，哎我有没有学啊？有我学 Telegram 啊，哎 BD 哥你好，哎老师好你好你好，昨天很好，大家好，还有谁？老师现在新加坡有什么股可以看啊？新加坡你又看见，跟 telecommunication 有关系的咯，就是那种。Singtel 啊，等等那些啊，全部都未来是有机会的啦，因为现在重开了嘛。那么再来就是看一些他们的银行股，我之前讲过了啦，so 全部人已经赚钱了，so I think it still need to wait a little bit while a little while 啦，so 有很多机会啦，现在也 still 啦，也是还有机会。跟我现在我没有开先啦，我没有开先，我们开播，我还不会开播讲啦，因为我觉得还不是最 exact 的 timing，so no point 啦，你去跟人家讲，哎。JUNTAY Hello，谢谢老师，你是我们的财神爷。刚刚讲这句话，干嘛？的确，这句话你不是第一个人讲啊。我从以前4年前还是5年前，就有一些朋友，有些做保险啊，然后有些做房地产啊，也做什么做生意啦，很多啦。他们都讲，哎，你好像我们财神爷哦，到处去跟我们派钱这样子。我说不懂哎，这个是可能上天给我的一个知识。也让我有办法能够到处的去奉献，那么我就奉献哦，啊，因为我做上天给我做的事情啊，这个我也是因为有人给我机会啊，有人教我，然后也有很多老师，很多的上天给的机会，对吗？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give back 啦，就是 contribute back to society 啦，给大家哈。OK，再来我看一下，Hi Tony 啊，这边我看一下谁。Lately, I see Pharma pricing quite low, and I'm continue buying every now and then, and I have saving. Any comment or advice? Lita, 我不能够跟你 buy call sell call 啦，Lita，好吗？所以，我只能够告诉你说，你买，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你买 Pharma 咯。好像我买 Pharma 的原因就是，第一，我知道说它是一个有 dividend 的公司，very consistent。我刚收到钱嘛，我知道大家应该有收到 dividend，我刚刚收到不了。And secondly，我知道说，不管是 market，尤其是好像现在的 cycle 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的healthcare 会走得很好的。OK，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到的。When market is bad 啊，healthcare 会很好。那么如果 market 很好嘞，OK，market 很好的时候，其实 healthcare 也是会好的哦。为什么啊？OK，我们现在来讲那个 cycle 啦哈，所以 market 好的时候，全部股都会升嘛，那么 healthcare 股也会跟着飞咯。说下来，我又看到说，OK，比方说，好像这个 Pharma 它本身它又有 expanding，然后它未来又有很多的 prospect，又有机会赚钱，然后现在又卖几毛钱，便宜到僵。So，再加上说它的 fundamental 又 quite OK，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可以收一个两三年的人呐，I can foresee that 我的 opportunity to make money 是很大的，很大。然后我很 relax，我可以睡觉，不要去管它，让它的公司啊，谢谢他们，他们看到我在做直播，包括小声点，看几号，这我叫 considerate 看，他们看，他用你们听歌，又可以 relax，又不用听太大声，OK，他们识走 ，OK，好，来，我们讲到这边，我们就继续了哈，OK，我看一下，就大致上是这样啦，这个是给你搭了，OK，我看一下有谁进来，哎，Hello，梅，
没赚钱啊，赚经验，等下一个机会可以啦，接触一单，你不用担心啊，你只要在我 WCT 的 Facebook 这边有 follow 我们，Instagram 有跟着我，Telegram 有跟着我们，机会我每次现在尤其是 Telegram 都好，我有时候看到机会我都会放啊，所以不用怕你就会赚钱啊，right？啊，百炼成金，老师最棒，哎，不敢讲，不敢吧，不敢吧，谢谢你。等一下有很多人生气啊，讲我最棒呀，他们觉得他们很棒啊，没有讲到他们，不可以，啊，可以，可是我是谢谢你，真的，我尽我的能力而已，啊，有你这句话真的是一个精神的支柱啊，OK，谢谢你哦，这样至少我的努力跟我团队没有白费啦，我们团队也有帮助到大家哈，哎，维利你好，哎，丽你好，小燕，还有谁？WCT World CDR Class Location KL World 什么 World Center Class？谢天，我不明白啊，sorry 啊，侵犯说，谢谢老师，吉安，早安吉祥，早安吉祥啊，侵犯你好，哎，杰森你好，还有我们的 Chris，原油走势会不会去到109？上去109，这个几率是有存在的，OK 是存在的，把我没有 expect 它太多啦，讲真啊，它如果说为什么它会这样子嘞？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因为currently the market right，OK，我们可以知道说啊，还有他们呢问我为什么会知道反弹。当然我讲下跌反弹这个东西是很多啦，fundamental 的东西在 support，还有我的趋势的 support，所以趋势是永远在前面的。So it's before happen，我已经在那边 bugging，还不用紧，我还带着全村的人，就是我们的有跟我们一起学的人，他们已经会有的啦，他们没有 bugging 的话，他们进去里面赚点就够我们吃了咯。他们会的方法已经够他们，现在我看可以够吃了啦，不用忧了啦。我只能够这样讲啊，都不是，哎，有没有学生的吗？有吗？有在这边自己 comment 下啦。如果有的话，哎，尤其是骑士为王，今天晚上我们要见面了啊，所以还没有上到的最后一次机会啊，先上，然后先上的赶快去在下面 contact 我们的团队，我下面有放电话号码，因为过了可能要等到明年了啦，我不知道，because 我现在是7月。8月我做完了，我9月可能我会做一个短的啦，也是线上的一天一天这样的，然后过后我就10月我就要可能我要想去见我的股友了，我可能想要做线下，很久没见他们，也很想念他们，可能现在 market 又比较 OK 一点点了哦，疫情比较better 了，we are planning for that 啦，我不敢担保大家，but we are planning，OK，所以如果真的是线下的话，那么我相信你要线上的起死回生，可能你都要等到明年了嘞，说、so, 不是说我不要收大家啊，我不是我不要收学生了，而是真的是你们慢的人，我不知道你要等到明年，那我等到明年不是不可以，可以，只是说你会丧失掉很多机会，因为现在的 market 尤其是起死回生这个方法，I can say until year end 啊，搞不好你的学费的啊赚回学费还可以赚回多两三倍，OK，所、so, 以这样子的话你会 miss 掉这个机会啦，then next year 你 another upcoming next year。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在probably about index，and probably about the stock market，like 我们的 US market 或者是我们的 China market。所以这个你要自己去布局啦。我只能讲自己的钱，自己要懂这样子去做啊。所以109是有机会的，Jason possibly 啦。Telly Chen 讲，老师阿里巴巴 Tencent 现在可以进场吗？如果你要买阿里巴巴 Tencent 的话，除非你今天是我们今天，除非啦，我们 go for long term 啦。We cannot go for short term already. Short term is not。Not idea, it's not a good idea. Tony 老师去分享 SG 三 Dead Race 赚钱了，感谢哦，破新冠，恭喜你三 Dead Race 那时候我分享了嘛，很我在那个疫情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很多 Race，我还有讲到 Ascot Race 啦，对吗？我也讲到什么 Race 啊？有一个啦，有好几个我都忘记了，我全部我都没有卖啊，有些我买的都收住不了，因为拿 dividend 的赚吃的应该放的时候我就放咯。Pentax price now can buy comment please. Pentax 暂时没有这样什么了哈，我不敢去碰先了，我可以这样子讲吗？OK，因为我知道这家公司以前我买过的。OK，炒作可以啦。现在你讲说是要 long term，I don't think it's really idea。伊利老师，Cosan 跟 Parma 是否可以开第二枪？之前都已经买在较高位。哦，这两个都不错的。Cosan 会比较偏，哎，有一点大声了哈，音乐越来越大声了。OK，可以了哦，蛮清楚的。我这边听大声罢了，可是我听到大家的声音是没有这样大声。如果大家有听到没有很清楚，就要跟我讲啊。可以啦，我觉得 Cosan 如果你走长期的话，不是大的问题啦。那么 Parma 的话，基本上如果说是，也是走长期，然后再加上
转它一个，我们讲走领域啊，走领域走 cycle for healthcare. I think this one the good idea too. Yes, just got the latest dividend too. Thanks, Tony, and happy weekends, Rita. Happy weekends, Rita. OK, Jack Chong 你好，还有谁有给我进来？我看一下 WC World Office Scale Location Where？OK 啊，我们在 JB，我们的 Main Office 在 JB，OK。老师是最好的，无私分享。之前听过无数平台直播，都没免费这些股市和指数的知识分享。小燕，好，那么啊，谢谢，因为不是说可以随随便便分享的啦，这个真的要会啦，不会的他们乱分享的话不准，他们就可以收档啊。所以我只能够说我们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啦，你真的要学，要找一个真正会的啦，像我们这种，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高尚的学问，第一，然后第二是不是普普通通，学过一两招就可以出来外面教这样子，这个出来专吃，我们叫扎里巴干呐，不能的，因为我这个不能的。你跟我讲股票可能还可以，股票你随便学会什么基本面，学几个技术面，这样出来外面跟人家讲技术，讲那个什么基本面啊，可能啊，那个可能还可以吹一下啦。我这种东西是不能吹的，我告诉你，everything come with facts，every come with macro，every come with fundamental，every come with analysis，everything come with proof，every come with justification。所以我可以 defend 的，我可以讲我的东西的，所以我不怕的，明白吗？所以因为我是很 confident 我这个东西的，不敢，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做到现在。然后也不可能一直在市场一直赚钱，这是不可能的。OK，so have confidence with WCD 啦。然后 WCD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呐，这个是真实一个在马来西亚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了解的一个学习平台。加上我们的不只是如果你没有学习都好，都一定要关注。然后还有就是我所出过的书，全部我都有把一些精华放在里面。So I very confidence if 大家有去看的话，then is probably can really help you. OK，师傅，every day also making some pocket money. Really appreciate. 你看到 Eric Teo 不是我讲啦，全部他们自己讲。Eric Teo，Eric 你是我学生啊。你看我连我学生我都不知道，太多了，太多。我现在连啊在里面我们看不认得了，我都不知道了，太多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赚钱，Eric，well done，keep it on，keep it on，because 你可以有一点 pocket money 的话，其实我们走出去外面，做什么东西都比较有 confident 啊，我们不会紧张，然后我也不用怕现在的危机来啦，这个来那个来，不用怕的，we are very confident，am I right？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讲的生活，不是每天活在恐惧之中，每天活在担心啊，担心 market 会 down 啊，我们 market down 我们还是赚钱的，market up 我们还是赚钱的，market sideways 我们还是赚钱，why？Because 我有玩所有的方法，FO，OK？So these facts，choose the best，and you will be the best。OK，再来，我们看一下啊。学会老师教学的一两个 SOP，财务自由不是梦。哇，Sharon，Sharon，我就知道 Sharon 是我们的学员，我记得了。有些没有放脸的，我不要记得。对不起啊，Eric 没有看到脸，我不大记得。但是我去查，我应该知道你是我们学生，查得到的。Sharon，我知道有看过他的脸吗？谢谢你，Sharon。所以一两招，这些都不是我教他们讲啊，我 swear 啊，你们自己在线是不是？我没有给钱叫人家去 comment 的啦，我从来不做这种事情。我们不请人家叫人家去那种 comment，帮人家去找打手啊，这种我们不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可以骗到你进来，很多人喜欢用这种 marketing 的骗法，我们所谓的骗啊，讲白一点呢，就是做包装骗人家去，然后或者做到美哦，给人家看到美哦就去。包装啦，so call 啦，骗人家进去，然后过后人家学不到东西，人家就闲了，人家就会觉得，因为人家钱是血汗钱嘛，你认为人家的钱是不是血汗钱嘛？然后我也不会说特地的每天，好像当然我们有 testimonial，也是我们感恩我们的股友啊，他们愿意的 contribute 给大家，把他们自己赚钱的经历跟大家讲，把这是出于他们真心的，OK？那么我也不喜欢就是去做这样的无聊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真的到最后，如果大家做不好，我身为一个朋友股友，我也会不开心，对吗？所以我要开心的话，就是要 make sure 大家都 move on the same direction。所以，我赚，大家也赚；所以，我亏，当然大家也是可能会亏一点，but it's okay，because financial market 不是 100% 都是赚钱的。把我们赚的时候，只要赚多过我们亏，then it's fine。OK，这个是 Sharon。OK，那么我差不多要讲重点了啊。OK，Good morning 啊。OK，我看到很多人还在问，对不起啊，我要进入正点了。OK，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全职投资者的一个
怎么样呢？能够呢？欢乐时光，欢乐时光在金融市场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最高，the boom market。为什么？因为当它最 boom 的时候，它反跌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做 short selling。OK，那个就是我们叫 recession，那个是欢乐时光。It's very easy to do。OK，very easy，but we need to have tools。We need to have SOP, we need to have methodologies and correct theories to support all that. OK,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一定要懂什么叫 theory， 就是我要知道这个东西发生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Methodology 就是我一定要懂什么方法可以去做 ，practically 我可以 apply 的。第三，这个东西呢是否有一个 SOP， 就是验证了，然后是能够实行的，就是我讲的我们 WCT 的。So， 哇，有一点大声，大家听得到吗 ？OK，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但是你 enjoy 啊，听啊歌蛮爽的，其实。我看一下。那歌是蛮爽的啦，可是我不懂大家会不会吵到大家。OK， 我不想大家听了，反正你 enjoy 啦，听那歌蛮爽的。那歌是蛮爽的，不懂大家会不会吵到。OK， 可以啦，可以啦，应该大家没有 comment 就 OK 啦。OK， 那么呢，基本上我们要知道 ，when at the top 的时候，我们在最高峰的时候，对吗？这个最高的时候 ，how are we going to define 这个东西要跌？这个是第一点。我必须要知道的。So from 我的observation 很简单的，就是 when 它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经济衰退哦。第二个情况呢，就是我们要进入衰退之前啊。那这个两个阶段就是欢乐时光来的，我们叫 deflation 跟 recession， 这个是我们的欢乐时光。OK， 当然是最好赚钱的。为什么？因为几乎是全世界的 index， 全世界的股票，只要可以做 short sell 的，我们都可以进去赚钱 ，right？然后第二个欢乐时光在哪里？第二个欢乐时光在底部，就是我在最底的地方，它要弹上去的时候，什么时候？现在。可是它还会跌一点点的。OK， 这个时候就是欢乐时光。所以大家看到我为什么可以这么 happy， I'm quite happy。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there is a lot of opportunity outside there， 我们可以去赚钱。所以为什么我不要做 ？OK， 我觉得有点大声啊 ，I think I better move 啦，听得到。媳妇 voice clear 哦 ，voice clear 听得到。We need a good teacher， can listen 啊 ，can listen 就可以了，这样我就不用走。啊，我喝水先啦，大家等我一下，因为口渴嘞，口渴口渴。因为现在的老师的这个名字哦，已经被人家变成是一个要骗钱啊，要赚钱啊，我们讲啊，所以我觉得不好啦，因为以前名学老师这个名字是很高尚的，可是给一些人啊，外面的人不把这个名。